the rich.崩坏降临，又等一声，总算过来了。听说你之前和第二旅长通过面，我可是很担心你的。哼，我才不稀罕你这色鬼的担心呢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对了，你身边这位美丽的小姐是美丽的小姐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想请你喝一杯呢。齐格飞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告诉我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消息。坏消息是女武神部队已经出动去搜索第二旅长，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发现。更坏的消息是，由于神部队已经出动去搜索第二旅长，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发现。坏消息是，由于作战没有进展，奥托主教已经命令司机点出击了。什么？可是司机里要是击中过，还不能参加战斗啊！司机里还有30分钟到达新目的啊，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找到第二旅长，然后杀死他。 看来神还没有完全抛弃我们。报告，收到蓝色2-3的通幺7地区女武神的通缉，他们都发现了第二旅者的踪迹。可恶，需要把我们分开吗？没有其他选择了，我求23有要请。无论谁发现了目标，都不要客气。缇安娜，你留在这里吧，这里应该是安全的。缇安娜，对，缇安娜，不好意思，和你女儿的名字一样的。不过我不会留在这里，我也要参加战斗。可是，在之前的战斗中，你也看到了吧，我有参与战斗的能力。我觉得可行，从这位小姐的眼神里可以看出，她是个优秀的战士。丽莎，就让她和你一起行动吧。好吧，对了，还有件事。 这只是利息，能打败了第二律者，我还好教训你的。你给我等着吧，臭老。不对，是齐格飞，齐格飞卡斯兰娜。必须赶快消灭第二律者，不然的话，不然的话，缇安娜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只是在担心塞西利亚大人，他的身体不好，却还要奔赴战场。在担心塞西利亚吗？放心吧，我和齐格飞都会竭尽全力的。虽然他平时看上去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不过他内心比谁都要着急。毕竟塞西利亚是他最爱的妻子。缇安娜，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你和我一起行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家伙肯定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一旦发现了第二律者，就会发动天火圣裁吧。 天火圣裁，一切都会对火海吞噬，就算是使用者也不能避免，所以他才不让你跟在身边。那个臭老大，多美的景色啊！我可以击。弱小的家伙要藏在哪儿呢？一群蝼蚁。 这里就是欧妖气了，这是用神盔甲的残骸。看来这个区域的女武神部队已经全灭了，但是这些破损的盔甲仍然在发出通信，让指挥部以为第二律者在这里。既然连女武神的盔甲都能控制，第二律者的能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？德丽莎，别发呆了，真正的第二律者应该在偶尔三才对。我们必须赶快过去。等等，有一部巨大的直升机朝我们这边过来了，那是天命配备的对崩坏兽级重型直升机。第二律者连这都可以控制吗？他应该是想用这架直升机来拖住我们。天哪，集合集合！ 耽搁了不少时间，如果这边是1-2的话，那么第二律者应该在偶尔三才对。天哪，我们必须马上赶过去，指挥部从这里到偶尔三需要多久？最快需要15分钟。给我留几个飞，告诉他一定要拖住第二律者，绝对不能让第二律者靠近他。人类，你们不配拥有崩坏降临。德丽莎，我听了接线员的报告，第二律者好像是往我们这边来的。看来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呢。齐格飞，别逞强，还有10分钟就到达你那边了。10分钟吧？哎，对了，德丽莎，之前你和第二律者战斗从开战到战败，一共用了多久？4分50秒。 哎呀，真是个噩耗呢！我现在已经能看见第二律者了，那么也就是说，我要多支撑1倍的时间了。如果能避免正面交锋的话，算了，本来亲子作战就不符合我的性格。好了，德丽莎，我会试试看在这里消灭第二律者的。喂，果然，你从一开始就想要天火圣裁和他同归于尽吗？齐格飞，那是当然的喽。再见，德丽莎。哦，对了，帮我照顾好塞西利亚，平安了。等等，齐格飞，人类，你们不配拥有这个世界，我可以进。
火圣裁之后，齐格飞会和第二绿者同归于尽，是怎么回事？天火圣裁是卡斯拉娜家家传的武器，就算在天命组织所有的圣遗物中，破坏力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尤其是当双枪解除封印，释放崩坏能，化成炎之巨剑的时候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，都能化为灰烬。臭老八，竟然这么厉害！等等，炎之巨剑，我似乎在哪里见过，似乎就是在老八失踪的那天晚上。可恶！天哪，怎么了？不，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有点头疼而已。但是释放出炎之巨剑之后，奔逃而出的崩坏能会把使用者都同时化为灰烬。在齐格飞之前，已经有三个卡斯拉娜家的人因为使用天火圣裁而死了。怎么会？不行，不能让臭老八死在这里。多美的景色啊，作为墓地正合适。等一下，还没过来吗？果然是腿太短了吗？人类啊，竟然可以和我战斗那么久，你的力量看上去比那个修女更强呢。谢谢你的夸奖，跟你交手的一瞬间我就后悔了，恐怕就算是我和德丽莎联手，你也不是你的对手了。真是有自知之明啊，人类。如果你愿意求饶的话，要我放过你也可以哦。多谢你的好意，美丽的小姐。可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为了守护最爱的，我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把最后有这种力量？带着你的疑问下地狱去吧，铁火出鞘。终于快到223了。等等，那个人是齐格飞。这个火焰巨坑是怎么造成的？这是前方天火圣裁的力量之后造成的。可恶，那个家伙最后还是那么做了。怎么会？使用天火圣裁的话，臭老八是会死的。人类，你们不配有这个事，此刻正是审判之日。谢谢广大剪辑小腻拍摄小腻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